大家好，我是在中国信托人寿的林良杰。那我很高兴介绍我自己。我今天在这边来做保障规划的服务。那我本身投入这个行业已经有将近2个月了。那怎么讲？其实就我自己而言，我可能会给人一种怎么讲，没有很想在保险业成功的感觉。那其实这个感觉是错的。我自己其实非常想要在保险业界成功，然而可能因为我个人怎么讲，人际沟通方面障碍的关系，所以我没办法如愿以偿，甚至于我在公司内部也没有算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。那我想要跟你们谈的是，我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帮助，就是在影片底端的各位，那我很想在保险业成功。怎么讲？在现在我在公司，有许多工作要做，其中约访乃是这个保险销售的之母吧，就是约访哦，是非常重要。这个若是以银行保险来看，其实银行要借钱出去，他寄一封信给你，里面简介、申请书、一些签名的，都放在信封里面寄给你，那你签个名寄回去，你的贷款就申办下来。可是保险不是，保险必须透过我们业务员对要保的对象，或者是那个被保险的进行一个怎么讲探访，确认他是能够在真正怎么讲能够保险。让保险确实在他身上发挥功用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原因是，假如有一些恶意，或者是没有很懂得保险真正意义的加入这个保险的话，可能导致保险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，那就失去保险存在的一个社会上意义。在我所完成的工作量中，其实是达不到我们现在公司要求的最低标准那样子。其实某方面来讲，我也对我自己感到非常的沮丧灰心。我每天所面对的，就是一直打电话，一直被人拒绝，这倒是使我非常的伤感那样子。然而，我希望借由这影片，向影片中底端的各位请求帮助。我希望在影片中底端各位有机会怎么讲？不管是聊天，或者是问题探讨，也不一定要销售，就彼此简单的谈一谈，我所知道的，你所知道的，交流交流，这样
教育真正勇敢的面对每一位人，或者是每一位客户。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害羞内向，虽然感觉一开始上去很敢跟人讲话，但是有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讲不出话了，脑袋一片空白。我认为这个是我必须要克服的。那我想要摆脱这种心境，就必须在这影片中向大家恳求，我可以替大家做好每一个保障规划，甚至于替您做好您的财务规划。那如果有需要的，欢迎联络我，我叫做林阳吉，那我的电话是0928-402-653，0928-402-653，0928-402-653，地址是在台北市信义区基隆路2段51号4楼，台北市信义区基隆路二段51号10楼。那这时你再打0928-402-653，也不能说这是服务啊，就是说聊个天，也不一定要做销售，我也希望有机会能跟大家做个朋友。那如果您真的有愿意与我恳谈，那我也是以礼相待。彼此礼尚往来，怎么讲？彼此都是对大家有帮助。那还请各位怎么讲？批评指教。那也不必要含蓄，因为若是真的要成功，挫折也在所难免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也祝大家在岁末年初之际，在各个行业中也能蓬勃发展。在年前能够收个好的年终奖金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